原标题罕见彩色老照片，看看明治时代的日本有多繁荣。今天为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的这一组图图是来自于19世纪中晚期的日本老照片。通过这一组照片，我们可以来看看明治时期的日本有多么繁荣。照片为日本19世纪中晚期的横滨，渔民们出海打鱼归来，停靠在码头贩卖水产海鲜。照片为日本19世纪中晚期的一名流动杂货小贩，货品堆满他的货车。照片为日本19世纪中晚期的城市街道，随着明治维新后，日本迎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照片为日本19世纪中晚期的城市街道建筑，日本的古式建筑充满了唐风，如今的日本奈良被称之为最像盛唐古长安的地方。照片为日本19世纪中晚期的竹制品师傅，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编制了很多竹篮、箩筐、簸箕等竹制品。照片为日本19世纪中晚期的城市建筑，仿古的建筑几乎都带有中国古代唐朝的建筑风格。照片为日本19世纪中晚期的流动小贩，他挑着用来打扫卫生的扫帚，走街串巷售卖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